Oh.
张又江跟我大概我挂上我走了他在走了卖的鸡可能你说的是张华吗是不是辅佐差几个月进去美国现在多了吧
去了啊。是吗？这个琴上去啊，只要好一点的就行。刘德华那种，那种琴上去，把那个那的旧的机，旧旧差不多要弹去了，把吉他旧旧再弹一下。Thank you.
把你挖一下。哎，哦，厉害了，哎呦，哦，两百的钱几个就好了。啊，说那两百点就这个。哦，我现在就是要收。拿不出，拿不出。从来不理他。
有氧健身操以肌肉练肌方和增强肌肉弹性为主，主要以此锻炼身体健康，以提高心肺功能，改善身体新陈代谢的能力。下面我们就要进行一套有氧健身操练习，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不要停顿，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好，下面就已经开始。嗨，大家好，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一套大动操，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要停下来跟着我们一块。现在你都不跟我说一张纸，刚好你们可能有跟我讲说老师说一张纸，我们来做个外道人麻将，你要他吃，你要他吃，家家户户早就说，啊家家户。太多你这个了，刚好价格你们就有十个了，十个八个，你讲多少？八个十三个，总共十五个来，多穿一个了，总共大家说十五个来，他们那家说是在包毛的，我今天是一年到，那就了，对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刷的啥了，都是。对了嘛，你这啥子耍货？报道的啊，报道的，小三没去，好好好。
Thank you.
Thank you.
开直播和自己卖，进节期后人员擅自进入封锁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森林火警或违规野放任务，应当立即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关于森林高火险期有关事项的通告，在森林高火险期，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森林、草原、林木、林地及林地草地边缘水平距离500米范围内，禁止向外吸烟。一、禁止吸烟、烧纸、烧香、烧灰、烤火、野炊、食物有毒。那个姐姐，大滑板车，他是真厉害，丢了一整天玩滑板车。你下次总搬几斤的啊？慢点。上。站着，站着，站上去。就把一整天站好。哇，太厉害了！慢点，慢点。我不是人家收球的，还他这些认真球了，然后我高干的。下一个啊，我没时间，每天就给他办个下课。
买就回去了。差不多，你要喝的，拿钱嘛，你
我们的东西呢？